梦见念所谓师父佛号者，精神病患者中心拉人念有提成。匿名发表于2022年7月4日周一12:35。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。前些天我在佛台上香祈求菩萨能够告诉我，关于师兄们现在口中所念的所谓师父佛号是否如理如法。昨天早上梦里自己头上出现一道弹城，当我打开手机，上面显示 SH 有一个很宽敞漂亮的场所在四处招揽我们的佛友加入。这时手机出现一行有关部门的警告，此处为精神病患者中心。场景一转，已经去到那里了，那里有很多佛友，像是被控制住了一样，一个个坐在电脑前。这时来到一个房间，有个佛友在整理床位，他在努力劝我加入，梦里意念他会有提成，不久梦就醒了。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原谅。